这里写一颗很大，可是你等一下要写很多小颗的哈。你看，我仔细看，我写大一点。好，左下点。好，那你等一下你要写这样子，你要写，每一格都要写，啊，慢慢写，慢慢写，每一格都要写。那这个是，这个是掩体的造型，所以会比较圆一点点哈。那像如果在凹体，它会呈现这样子，三角形哈，会呈现三角形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写出这样三角形也可以，我就是要你有这样的形状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样的形状，好，好。那你等一下写字的话，就写这个心。这个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好，那一次就学了，又学了两个，又不写一个心，然后再来写这个鱼。没教过，你写写看，有像就好。这一个最重要的是这一个字，然后这个是现在这一个就是底下这一个，等一下会教。这一个，这一个就是这一个，所以通通都有教到了。等一下，你只要有写出来，这一个有50%像就很厉害了哦，好不好？提。顿回，好，那不管是短的会写的比较胖，那个长的就会写的比较瘦。那小朋友在练习的时候，不管是长短，我们尽量就让他写长一点，然后写粗一点。好，比如说逆起，顿下，往右写，提，顿，回，逆起。顿下，往右写，提，顿，回，逆起，顿下，往右写，提，顿，回。哦，这是一个提按笔哦。那在一格里面，它可以练5-6个，就这样子练。那起初我们会让它练这个，像1、2、3的3也是一种写法哈。比如说这个5。它就有短的、中的、长的，哈，短的，逆起，顿下，往右写，提，顿，回，好，好，再来，逆起，顿下，往右写，上提，下压，下写，好，写这个撇，逆起，顿下。往右写，提，顿，回，好，来，上，逆起，顿下，往右写，提，顿，回，一样，逆起，顿下，往右写，提。顿回，你就这样子练。那小朋友刚开始起笔哈，样子只要有30%就是100分哦。你不要把它说要像这个上面哦，只要它有像都是满分，可以写得很好。老师，你有小卡？就当带出来。这一只叫做中卡。带出来哈，那一样哦，你要写出这种样子。这样子，这是不尖很尖，可以弱。好，
你等一下要这样子写的，压上来这样，好，然后笔法是这样子，这样，笔法是这样，好，然后就这样，好。所以你要写得更好哦，拿的也很好，你的字要再大一点。要勾出去哦，要勾出去，要勾出去哈、哦。那等一下你就要写成这种样子，接出来勾出去。哦，我在这里写一个，写一个在这里，接出来勾出去。哦，你只要勾出去就好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写红色的，红色的。那红色的红就有刚刚你写的这个左下点哦，这一点就这一点，然后这一点就是这个，然后这一点就是这一点，然后一个弓，上次有教这个哦，我上次有教，所以你应该会记得，这样好。写的怪怪的，现在今天你就不会怪怪的哦，你今天就会写得很开心哦。然后这个也是你今天要写的，刚刚今天要练习的，对。然后这一笔画你还没教，这一笔画下个礼下一次在这里，下一次好。那再来这两个我都教过了哦，我这两个都。没办法来哦，好，没关系，那反正下一次遇到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那你等一下去练习，加油！好，哦、好，来，我跟你，加油吧。跟这个锤铁是相关的，可是我们先教你，就是上去下来，然后有一个尾巴带出来，这样子，老师把它放大。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个尾巴带下来，好，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是这样子带下来，这样子带下来，这样子带下来，带下来，好，这个就上了，那我们就写这个，那每一个小格都要写哦，哈，那我们就写这个永字。有江是这里上的，这上的。所以这里老师补满，免得你忘记。我把它补满哦，你就不会忘记了哦。那我补满你也要，你要每一个都要写哦。好，好，来就交给你。等一下要留时间给我，我要讲这个哦。好啊，记得要邀你妈妈过来听。好。这个是撇，这个是点，对，比较大的点。至少要练四个，好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那我们要练习的是这个女，要写清楚啊。一个很大啊、哦，这个要写很大，来，这个撇写这么大。这个比长一点，好，要写张开一点哦，好，好，小一点的撇一点，好吧，可以吗？